你好，我是小英，性别女生，工作和牛餐厅服务员，个性自由奔放的射手座，兴趣玩游戏，全服最强。好了，故事开始。你好，请问还有空位吗？是的，你想坐二楼座位还是一楼？二楼吧。好的，请您和我走。你想选哪个座位？我想要最角落的座位。啊，好的，请和我来。你想点些什么？请给我 A 套餐，编号 D 甜点。好的，请您稍后片刻。这人又在这里待着不点餐了。一直不点餐会害我被主管骂的。你被骂又不是我被骂，呜呜，本姑娘怎么这么命苦。A 餐 D 甜点各一份。好，等我5分钟。谢谢你，相信你们店会火的。但愿如此，这太偏僻了，没人会来。早午班好累，幸好没上晚班。唐波子，我先去打扫外面哦。怎么还不走？这家伙真不要脸！去去去，别待在这里。我可是认识诺佑，我叫他打你。你认识他，他可不认识你。真无聊，来看看餐厅评论动态吧。